你推荐应届毕业生加入这个行业吗？有两种人的毕业生，有一种是成熟的毕业生，有一种是不成熟的毕业生。那些还没有长大、不成熟的毕业生要就不要来了，因为呢，我们呢、啊、圆不到你的梦。那些成熟的想找钱、想少时间的，想真正进来这个行业打拼，进来这个行业找到钱、找到时间的，想早早成功的，想一个月就月入十千、二十千、三十千、五十千，三十五岁、三十六岁就可以月入三十四十千的，这样你就来咯。 还有呢，应届的毕业生呢，还有一些问题的就是爱情啊、家庭的不，那他们的人啊、处事啊不是很圆滑，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大问题了。因为做保险就后啊，他不会做人是很头痛的。如果你是应届的毕业生，你想你有一个成熟的思想，你想进来一个团队，能够找到钱、找到时间的，这样你可能是对的人哦。但是如果你还是很喜欢嘿哈、啊、嘿哈、啊、那种的，这样你就不要来了，因为你不适合。因为我们这个行业真的是需要成熟度，需要稳重。 需要能够应付压力，你才能够做的。所以普通人、毕业生、刚刚毕业的，你去做工先啦、啊。做了五年、十年，那个角磨圆了啦，可能你来说适合了。现在还可能未必。